We've been talking for an hour. We just can't find the end. We won't understand each other. I wonder how it feels to fall asleep and love the one that's next to me. I don't know why I'm stuck around with you. I've been told I should go find myself again. You're taking my soul, everything I own. Poison in my head. We fall down, the more we keep trying, leaving us with scars. I've been told I should go and find myself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安装的效果。很多人说我这个摆不整齐，其实你看啊，是可以摆整齐的。这每一个都跟这一样，是可以拉出来的。然后里面放了盐。为什么我们买这样大的罐子啊？因为它罐子大一点的话，能放一包。我买完了调料什么的，就可以一下全部倒进去，不用再把半包留出来放在其他地方，容易洒掉。那这里面有盐。这个是那个十三香豆腐乳、郫县豆瓣酱、花椒、干辣椒，然后鸡精，这里就是油盐酱油盐，然后醋、料酒。巡视可以把这每一个都可以这样拉出来放在这里，然后走行车的时候放在这里，它也不会晃。然后又买了一个筷子筷篓，把这些筷子啥的全放在这儿了，勺子刀，这样弄整齐了。而且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，我把这个碗啊什么的挪下来了，因为它是瓷的，我就上面每个垫了一下。它这个原装瓷盘子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垫放在里面，这样行车的时候它就不容易晃动有响声。然后这里面装了这个白糖，给大家看里面都装了啥。这个是白纸，然后这个就很简单了，大家都知道八角，做饭的人都知道。然后香叶、桂皮，然后这还有草果，这些都是炖肉的啊。那天做大盘鸡，如果是那是没有放这些调料，如果放了这些调料会更好吃，更有味道。好了，每一个里面我都垫了一层，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这个瓶子碰撞。但是这个瓶子很结实，它就是碰撞的话它也不会坏，也不一般碰不碎，因为它很厚。然后平时这个小卡斯炉就在这里烧个水，我给这里又粘了一个这个挂钩，我的菜板就刚好可以挂在这里。然后现在就这样子了。然后上面给大家看一下，上面的话就是放了一个电饭煲，还有那个大盘子只能放在这儿了。里面的话是一个烧水壶，就是我如果是没有气的情况下，没有气不用它烧，就用电烧。然后这是买了一个那个小蒸笼，可以蒸鸡蛋呀，也可以热饭，也可以蒸馒头蒸包子。好了，这就是我厨房现在改造完毕，就是这样子，美美的吧。这样的话会感觉到很干净很利落。这个回头我会拿出去盖在外边，前段时间一脚给踩烂了。这是外面的烧那个热水器的那个通风的那个口，给一个盖儿，回头得粘一下然后才能用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是不是用你们说了算。